偶像伫咧录像的时阵讲过，遐厝又大又爽，后来就去无敌红个路拆出去啊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家甲厝个无共，伫温度，遐感动甲画面的分别，全看故事。ねえ、ちょっと心配してくれた。上欧要幻想十五个卖点子，迄就是自由无接缝的开放世界，但探索其中。确实空虚、寂寞、感觉冷，因为游戏中安排任务有钱、有经验、有道具，偏偏就是无得手。因此，算过突破重重的考验之后，迄感想只有怪变态待死。就是这个广，就是这个广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进来就在调理我谈吗？伫演到最多啊，迄剧情啊才开始有重大进展。这时阵会使发现有出现两个问题。第一点，我们嘛是看报道才知影，迄故事之所以要有主角，迄就是要透过伊目睭来看清内容去呢。但上欧被幻想十五王子，伊在靠垃圾哦、甲报纸，才知影世界发生啥物代志，也是免直接演出来。搁有啊！第一界差就是手啊，上欧美幻想十五啊，伊就是趣味设计，潜行暗杀甲开怪炮啊，迄相当的新鲜。但游戏哦，算计提示真少，雄雄拄着啊，即手忙脚乱啊，有时阁摸袂清楚家己创啥物，莫名其妙过关啊。よくやった。この調子で行こう。错失了好算计好印象机会。游戏的定效期，迄算计啊，就亲像参加了一个奥古鲁行团啊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。原本讲好找王母，趁着神，拍底讲，速速进入公路大冒险啊！结果坐一个火车，就三个王母，一概满足啊，啥物死人骨头拢家己送上门啊！啊，走马看花，当然顶袂着好评价嘛。迄到中部旅行嘛，迄贵个就是啊，奥林匹克。你的心声，四口威力听到，迄大家一直期盼，心脏异梦的中坐。因此在游戏中，迄安插了有一个惊悚的桥段，互你回味心碎，搁美丽假心都市。想是安尼啦。制作团队根本是乱做一伙，唔知家己在创啥物啊！霸道的帝国，酒醉八成研究所，疯狂势力，嘛规乌有去无作为啊！背景设定规大堆啊，搁想要干呐靠定高机。为什么主角老爸是李嘉诚，改做上进大人太过时？为什么王子细汉没人陪，你爱顶才走向黑暗？而烂鬼武功，迄算到破个无物事解释，敢像一无啥啥算计啦。在非洲，每分钟都有六十秒过去。你上午要反应十五，一困一醒，直接在年头飞走。王子倒十年，看到乌噜噜的世界，算计等十年。买着乱糟糟的雷片，实在是伤点片，心已经了。